资深的教会，读经启示录二章十八至到二十九节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：那眼目如火焰、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勤劳、忍耐，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、吃祭偶像之物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。看啊，我要叫他病卧在床，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，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，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，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各人。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顺从那教训、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直等到我来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们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我又要把神星赐给他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在七封致教会的书信当中，一封是最长的一封信，而推雅推拉就是当中最小的一个城市。神绝对不会因为那个地方小而减少对他的关心。基督首先称赞这间教会有不少的长处，他乐于行善就是其中最值得表扬的。除此之外，基督还提到他们的爱心、信心、勤劳和忍耐，因为他们的努力，教会已经日趋成长。基督一方面称赞他们，但另一方面他是责备他们容让罪恶在教会里头滋生。我们同样需要留意这个警告。表面看上来，推雅推拉教会是一间蓬勃发展的教会，访客一定对他留下美好的印象。这样基督为什么责备他呢？因为他们似乎失去了圣洁。他们当中有一个叫做耶洗别的妇人，引诱他们做出各样的罪行。耶洗别可能并不是他的真名，基督只是暗喻一个人好像旧约那个恶名昭著的耶洗别一样，将各种歪谬的道理和恶行带入教会，结果就为教会带来各式各样的问题，导致到教会失去了他的属灵能力和为基督作见证的力量。基督怎样教导那些不想随从恶道的人呢？他教他们要分别为圣。我们很容易随波逐流，不过我们就不能够既跟从基督又追随世俗，我们不能够既顺从基督又满足这个世界的期望，我们不可能两者兼得。倘若你重视你的信仰，就必须要抗拒假道理和错误的行径，即使这个表示你要屹立独行，亦都在所不辞。你若果想基督将各种好处俾过你同埋你嘅教会，就必须要按正道而行，同埋凡事凭爱心而做。让我哋嚟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分辨乜嘢系属于你，乜嘢系属于呢个世界嘅。